哇，姐姐，你这样高铁会坏掉哎。姐姐，你跟高铁对不起，不能够这样把它摔下来，好不好？不要。痛哎。好，那你去玩，你去玩，宝宝带你去玩，宝宝跟你去玩。要上去。那好不上去了啦，姐姐。不可以从这边爬，很危险。姐姐，你看，姐姐跟你说，不能从这里爬，要从这里爬吧。来，从旁边爬。怕怕。什么怕怕？怕怕。好好好 ，OK， 那你从旁边走，从楼梯走吧。往前慢慢走，一次一个哦。弟弟，哦，你又要让高铁溜下来了。哦，高铁飞出去了，黄宝静，老莫说了，高铁坏掉了。坏了，坏了，高铁坏了。没有，他们就说让高铁。我说你高铁这样会坏掉。没有，坐上高铁而已。好了，那你还要玩什么？你还要玩什么？你还想玩什么？滑梯。啊？溜滑梯。好，那你去玩溜滑梯吧。你慢慢走，你要不要把玩具收好？不然你这样很容易跌倒，好不好？弟弟，你要不要把高铁给爸爸？两只啊。要不要？爸爸，你看我。宝静的同学。是哦。黄宝静怎么了？好，我看。黄宝琴，你要表演什么？啊？哇，黄宝琴你好厉害，你好会骑马哦！你征服了这一匹铁马，好厉害哦！厉害哦！你看这个小小妹，妹妹你几岁啊？黄宝琴，你几岁？你四岁还是五岁？我是九岁。你九岁啊？宝琴，你要叫她姐姐，她九岁了。我的生日快要到了。是啊，他九岁了，他是九岁妹哦。黄宝琴要不要下来啦？要不要？他要叫我。对，要叫姐姐，因为你九岁。我的生日快要到了。是啊。黄宝琴你在干嘛？好好，那我帮你捡。